我们以后还是会好好的当全明星的一家人，以后还是要常约起来。1 2 3 Keep on running。真的辛苦了，我觉得我自己真的蛮辛苦的。来这个地方，就算流过泪，你就算受过伤，我知道你不后悔。我知道身体真的很累，我很开心坚持住。你为了你想要做到的事情去拼一次，我做到了。我们以后还是会好好的当全明星的一家人，以后还是要常约起来。1 2 3 Keep on running。千万不要放弃，哭没关系。现在我们就是扣，我们就是输了。不要轻敌，拿下，复制我们三次胜利的模式。团结一心，没有个人，只有我们。战战兢兢，一个不小心就会被他反扑。我们可以抢到一个防守成功，我们就会每一个过程我们其实都处于落后，大家没有因为落后而放弃，就是奋力一搏。现在是防守问题，我防一颗就会赢，不要急着上去。那浩哥，我这个这位是我的教练弟，那他是你们一队，对，还有嘉良，你们是靶子队哦，不好意思。对，天原来也就安排在家里发呆一下就休息，没想到要打篮球。冰包。学长们今天聚集是要来海淀红山的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红山这次很强。蛮早蛮美蛮美，我们刚刚在陪他们练的时候，就是一些补位上面要再注意一下，就如果有人跑出去捡球，就需要有人去补那个雷包位置，不然怕会有空雷的问题。第二季的那个乐乐棒开始的时候，兄A就一直都陪着我们，然后到了第三季，今天乐乐棒就由他来组织所有人，然后对第三季，对啊，应该是蛮轻松的啦。毕竟他们没有打过，我们有打过的，知道在干嘛，对，有概念。今天我们就要把我们的东西交给他们。本来就是先内行。刚刚呢，李明昌打出很厉害的全垒打。打得很好，好怀念大家的那个练习的人生哦。